Hello，今天我在家吃一个鸡蛋炒拉面串串，还有三个泡芙。今天饿了一天了，大炸弹。我今天真的太饿了。巨香，好嫩。里面还有脆骨，作为一个毛肚爱好者，我还准备了。王辣辣的魔芋毛肚三种口味，这个是我最近的新宠，真的巨好吃。来一个螺蛳粉味的，我最爱的就是螺蛳粉味，臭香臭香的，就像真的在吃螺蛳粉一样。这是火锅味的。就好像火锅吃的涮毛肚一样，可以空口吃，也可以把毛肚放在面上面。毛肚爱好者一定要试试看，超大一片。